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我不能再为了钟户，你之前让我做的事情，我都做了。但后来发生的变故，也并非我能左右。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若钟户能相助，我愿此生结草先还一报。钟户，如今朝臣人人对陆氏璧而远之。 所有人都急着与钟户划清关系，可是我仍然愿意相信钟户，相信钟户绝不会就此沉寂。只要钟户能帮我入彭城王府，日后若有任何用得到我的地方，我愿听钟户调遣，效犬马之劳。钟户，钟户。 不愿远嫁同城，在那偏僻之地隐隐苟且一生，愿钟户成全。远嫁在即，您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麻烦再说吧。雪球，钟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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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啊，钟户，钟户。 爹娘养育之，青儿嫁过去之后，可不比家里。以后啊，随着夫家，相夫教子。 好好照顾自己，女儿，铭记心中。走吧，别误了吉时。 你们也要多保重。 女儿走了。哎呀，我这筋吧，真够累。多吃点。腿都酸了。都饿了吧？这位大哥，到桐城还要走多久？啊。 翻过这座山，过了江州渡江，再走半月山路就到了。还要半月？你们骆家在桐城不是富甲一方吗？怎么还要半月，还要走山路呢？林夕，住嘴！是，小姐。在我这儿。夫人，小的行事不周，还请夫人多包涵。 你们一路辛苦了，日后在骆家还要靠你们多多照顾。喝点酒，暖暖身子吧。多谢夫人。来，兄弟们，夫人请大家喝酒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满上，来点，都倒上。来来来。 好酒，好酒，来。
陆中户。沈家二小姐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。中户不是说让我先解决掉自己的麻烦吗？现在已经解决了。你已经进不了沈家了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中户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沈家吧？只要能让我进入彭城王府，哪怕以侍女的身份，往后任凭中户调遣。沈乐清啊，沈家二小姐你不做，你甘于入府做侍女？中户，身份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，我只知道沈离哥一直紧盯中户，若他成为彭城王侧妃，怕是会更危害中户。大婚之前我会替中户除了他。你这么恨沈离哥，是因为他抢了属于你的婚约？怎么看上彭城王了？还是想要彭城王侧妃的名分呢？乐清曾经确实想过，但是现在只想为中户效力。你走吧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请吧。中户，乐清真的走投无路，愿为中户做任何事。我如何相信一个心机叵测的女子？对中户，乐清只有忠心。是吗？沈廷章真是有两个好女儿啊，有趣。一切听中户的。你入府以后，只需看好沈离哥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汇报于我。中户大可放心。